能源会有限。啊，我不是当过了吗？来，玩法教学啊，看一下是一个模拟经营养成呗。那就一开始去买种子。我们就开始种了。来。全部领取在那边。刚送我们十连抽，其实他这种风格的游戏齁，我真的觉得很酷啊。这边呢，新手教程你们看一下。怎么叫你？我是选男的啦。啊，我们刚才东西我们就也把它穿上去。看接下碟子啊，那你就是点，你就是储存。哦，所以也是一个时装手游吼。那前期的新手攻略就按照它的主线去接就可以了。哎哈，收成吗？主要是叫我去领取好不好？哎，开始寻找姻缘的了哈，还可以找人家去认识一下，那你就可以加入好友。你就确认申请，然后有 ，OK， 所以他可以真有，然后呢，然后就去种。哎，你们前期的重点，前期的新手攻略教程就是按照他的主线去解哈，四块种子。阿凯就教你了，你们要怎么做？上天阿过来，主人妈可以过来，鬼耶西耶，然后嘞，开始种。所以是一个农场手游，很好玩呐、啊。但是这样解下去就可以一直生下去。不要再叫我寻找了。好了呢？哎，还有瓢虫哎！啊，你马上除虫。好了，就讲到这边啦。哎，有四个蜗居哎，我没有取名字了吗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的名字。啊，我们今天这里的手就讲到这边了哈，没办法，可惜收成，升级教学。哦，所以是种植升级啊。那个瓢虫是不要弄。
他只叫我们采两个而已啊。嗯，好，所以送很大哦。